顏正國撇角頭改飆車，重現1987熱血尬車盛況。顏正國中回归当演员，演出《斗鱼》电影版，《图多曼尼》2018万0307。斗鱼电影版宣布邀请《角头二》破译导演顏正國加入该片特别演出，日前更动员近500位临演，还原1987年代的热血尬车盛况。顏正國回忆起那个飙车盛行的年代，正是自己15、6岁时期，当时正逢叛逆期，虽然自己没有勇气加入这类团队，但是斗鱼电影版愿意呈现当时盛况，分享给时下的年轻人作为警惕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顏正國在片中饰演火哥一角，与林黛蕊、王静、邱雨辰等人都有对手戏。对于与顏正國一起对戏，林黛蕊直呼第一眼看到火哥便觉得他很酷很有态度，在导演喊 action 那瞬间就可以直接进入角色状态，很清楚地传达到角色的情绪，自己要多跟国歌请教与学习。顏正國又回归当演员，演出《斗鱼》电影版，《图多曼尼》2018万0307。王静、吴月晴、林辉煌、陈红倩则不约而同大赞顏正國非常亲切，会提醒他们注意情绪及口条。虽然看到顏正國本人不自觉的正襟危坐，但一对戏便能感受到顏正國所传递的踏实感，就连只是拍一个拉杯镜头，国歌都会给足情绪。邱雨辰则表示，小时候因为剃平头，大家都说我跟顏正國长得很像。孩子抱自己与哥哥会学跆拳道，正是因为看了顏正國主演的《好小子》，片中顏正國武打戏踢得很帅，让他们兄弟俩对于学跆拳道有了憧憬。难怪拍摄《斗鱼》电影版前，邱雨辰因缘际会与顏正國碰面，他第一句就是问顏正國：“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”